跟住考驗你嘅時候啦，嗱，所謂嘅山地雪地車啊 ，OK 啊，我可以唔踩 ，OK 唔要電嘅 ，OK 啦 ，good 啦 ，good， 哇唔要電唔得喎，攞翻啲電先，啊。OK， 阿 Double 第一个石头啊，我哋同阿 Double 第一个石头啊，哎呀，呢个系阿 Double 第一个石头啊，想当初常啊，同阿 Double 仔喺度，咁就本来我又买折叠嘅，咁呢个折叠嘅都系折叠，咁但系咧，因为佢系。即係貪幾樣嘢啦，又山地車又雪地車啊，咁啊，因為我之前買開十四寸嗰部咧，係啊，即係因為佢輕巧，所以咧即係坐起嚟會焗縮啲，同埋個避震冇咁好咯。咁但係今日我而家響踩咗過橋嗰邊，哇 ，OK 好快喎，完全冇問題。咁即係叫做攞嚟代步都 OK 咯，你唔去 RV 嘅。因为呢度以前同阿 Double 仔、同阿 Slobo 啊，都成日坐喺度啦吓，呢个九白嘅啊，九白几仔爷个位啊，本来今日想带阿 Taka 仔嚟嘅，阿 Taka 仔因为我一系拖部车，一系就前面挂个篮啊，阿 Taka 咧中意出嚟扫街噶嘛，不过真系太多嘢做啦噶嘛，yeah， oh good。good， 好，有呢部嘢就今日滿意，琴日真係，咁啊而家就諗緊咯，上 RV 會點咯？我諗 RV 上唔到就再買多部十六寸嘅大功率嘅咯，應該十四寸啊真係細啲，代步都 OK， 其實都冇話唔得嘅，十四寸嗰部，如果有翻嗰啲簡單都 OK 嘅，咁就但係功率大啲都希望。好似頭先嗰啲斜波咧，之前嗰個十四寸250瓦咧，肯定行。OK， 哎呀，咁啊，你話重咧，佢又未必話太過咩嘅。嗱，咁我測啊，佢壓榨咯，即係測起佢比之前嗰部車係重咗幾個 kg 啦。我之前嗰個係20，咁依個都係20 kg， 依個係。好似是29啊，27定29啊，唔記得咗啦。咁起碼都我都承受得到咯，但承受唔到咧就係咩咧？佢個 size 有啲大。習慣下先，坐下。OK 噶啦，翻去噶啦。咦？點翻去啊？我兜邊邊翻？兜嗰邊翻唔到喎。哦。行草地啊！个手 always keep 住个嗰个刹掣啊，个壁啊，都几咩噶？诶！哇 ，OK 喎，哇，嗱咁啊，狗場喺度咯，唉，呢度翻去好近嘅啫 ，OK good， 我玩山地車添嘛嗱，咁車衝唔到落去嗱，唔好撲街啊嗱，啊係喎，我以後都要買翻個嗰啲護膝先得喎。
啊，嗱，冇扑街啊，冇扑街啊，哇！哇！山地车啊！唉 ，OK 啦，哎呀 ，OK 啦 ，OK 啦 ，OK，OK， 九百满意一部嘅，非常满意。除咗个丝啦吓，啊，非常满意。咁啊，有隻貓，有隻細狗，大狗咧就唔跟得你咁行啊！大狗就好老實，即係點講？有隻貓，有隻狗，咁就幾慣嘅，啊！唉，正常啊，玩水啊，呢度啊，唉，好啦，誒，阻住人哋啦。哇！山地車啊，試一下先啦。啊 ，OK 嘅喎。其實生活都可以好悠閒嘅嘛。哎呀，行唔夠力！咩九百唔係嗰部細嗰部咯，十四寸有啲細咯，呢只有啲細，但係咧就好方便咯。習慣下個速度先咯。九百以前嘅狗成日咁坐咧。啊！九百嘅，你九以前啊！好，呢度翻翻老近啫。OK 啊。好，行个越野地，哇，啰柚弹啊，哇，啰柚痛啊，啰柚痛，系行到啫，痛，哇，哇，查翻啲蛙先点，喺个大髀嗰度先，哇，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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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